一個人的努力呢可能是吃力，但是一對人的努力呢是爆炸力。現在我在羅湖口罩工場做義工，做得一個得一個，就給社會有需要人士。在一個工場裡面呢，我會到咁上緊嘅時候，會大家會攰㗎。咁呢一個情況之下咧，有陣時咧會大家會出聲嘅，例如話加油啊咁樣。咁咧喺四個角嘅義工裏邊咧，佢哋會有個回應嘅，大家都話加油啊咁樣。確實係喺好多唔同界別裏邊咧，大家咧有啲好正面嘅人咧都走出嚟去做義工，感覺上係好似有啲嘢令到嗰個社會上面大家嗰個聯繫上咧係提升咗嘅。